中国航天有史以来打的最重的东西，23吨问天实验舱，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起来了，起来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震撼不震撼？看这个大火苗子，我的天哪！听这个声音，太牛了！如果大家要是来看发射的话，不要带长枪短炮了，你拍的永远都没有人家专业的记者拍的好，就站在这儿静静的就这么感受，太厉害了，知道吗？1970年的时候，我们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去的重量是多少？173公斤，这一次是多少？23吨。每次看火箭发射，虽然我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火箭发射了，但是每次看火箭发射我都激动的，就是现在就是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，已经语无伦次了。有机会真的一定要来现场体验一下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